你的老公这个你的阿婆我做给你听的那你听听你老婆刘魂仙，小人在，王氏过你拍死的查某囝春燕，可惜是情。大老爷，民妇就春燕一个查某囝，食老的时想要来挖苦伊，想袂到讲，伊会死在刘魂仙的手头。大老爷，你千万条要为民妇伸冤呐！文妇已经准你过程，当然要从此案。查一个罪恶就准，你先退下。是，多谢大人。刘魂仙，小人在。本府来问你是不是有拍死春燕，你为何不回答？梦的魂仙。
相思，大大就心花啊，一定不如饮醉来了残香。回来人，小人确实有拍死春日。哦，刘文生，文路看你一表人才，机智斯文，无亲像一个恶人。不得讲，你抛毒弃尸，应该知影讲害死人爱活命。小人知影。你有啥物冤枉温情，做你尽量讲出来。吩咐断明真相，大人，小人害得春阴送命，心甘情愿来认罪领。公堂花啊，杀人罪领定。好送亲啊，爱来做做小下边，我叫你做啥？一定，哥哥你认真，目睭金金，看表演叫我看死的，我不认真。我无这个囝，我嘛无爱管你的代志。你好有耐心。女人。我老实跟你讲，其实我也不是讲唔插文生的代志，我只是无办法。伊打死挂机，人命关天，我哪有倒人去救伊嘞？啊，对啊，为了来去追我母亲，叫伊想办法。文生哪犯了杀人罪，被收入大牢嘞？伊的出身、才学、个性，是无可能发生这款代志。也毋过，是你害的。女老姑娘，你免用安尼讲的啦。女姑娘是为了救你公主，才来较惊吓的呢。是吗？女老姑娘，我是安怎样害文生的？我来跟你讲一件代志，你就会明白。我跟我的表演根本就无成分。伊亲自跟我讲的哦，讲你已经改成分啊，叫我以后莫搁再去看伊，以免引起你的误会，破坏你人我的感情呢。这是伊的气话啊！我明白了，伊一天。我对公主绝情绝义的话，原本是希望伊对我死心，想袂到伊因为一口怨气难心，所以就安尼对了，消沉落去。安尼想起，你公主伊一定是冤枉的，因为伊根本都无想要挽留的意愿嘛，所以伊才认罪。不对，花姑娘。要不对你太痴情，
心中的结，会面对现实，会当搁再振作活下去。姑娘。我是替你很烦恼的呢，你打算要怎样去对何青龙开嘴，求伊救你分身出狱呢？顶一摆，你为了想要报仇，拄着伊丁如良，亲口甲何青龙讲，你分身就是伊丁如良害死的。即马，你要搁安怎甲伊讲，你分身伊人伫个监狱内面呢？姑娘，你若不回答我呢，你总袂用的，无去救柳公主哦。伊为了你，小婷对路哦。小红，你免担心，我已经想好办法，会当救柳公主。什么办法？你家念起来，甲柳云生足共的呢，是啥物意思？莫非你？我并不是有意要欺骗王爷，希望王爷会当原谅我的问题。王爷。目前有一件代志，想要求王爷帮忙。什么代志？做你讲啊。目前是一个苦命女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寄卖在寡人。如今病得伺候王爷，会用讲是并无清分。但是，安娜，最近得到消息，自幼失散的表演，竟然也在镜中。啊！你的表兄是小王的大姑啊！啊，你应该该记着伊，唔才对。伊即摆到底什么所在？现在伫倒落。啊！
小女，刘玲子家中花边，无酒必劝伊长自信。安尼才对，一林表兄叫做什么名？伊叫做刘文兴，柳树之柳，文章之文，兴旺之兴。嗯，本来拢记起来了。启禀大人，何青龙驾到。啊？何青龙驾到？神秘的王爷驾到，未经欢迎，请王爷恕罪。小王乃是秘方到处，不抵责不怪罪，平心。多谢王爷，请王爷到大厅奉茶。唔免，小王有事在身，不能久留，只是要交代你几句话，免你费心去查一件命案。哦，退下。是。请王爷吩咐，你大路来，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刘文兴的犯人？刘文兴，啊，有，哎，王爷有要提起处理呢？原来是小王的姻亲，听讲伊是受冤枉的。王爷，微臣头一摆过堂，就感觉讲这个案件有冤，现在已经命人查清楚了。认亲确实是冤枉的啊！哦，啊那安尼要为伊解脱罪名，唔得无为难咯。是是是。不过，死者春英乃是保庙的摇钱树，迄、那个保庙为着要得到一批的赔偿金，依靠家庭讲刘公主是杀害伊的查囝啊。令神最困难的就是讲，柳公主无想要伸冤，伊竟然搁较认罪啊！他主人啊，难免有淡薄啊书呆的个性。我虽然是安尼讲，嘛个小王无愿意以宽恕压人。赵三生，你的银票，你交保镖做赔偿金，并且。最纯金的埋葬费、啊，是是是是。
李公子，我讲你要见你。你当四里多生，我是康姑娘，求好亲人救你出来呢。